早安，欢迎回来欧家生活，我是诺。我有一个2岁8个月的儿子，跟一个在肚子里面5月底要生的宝宝。这是今天的穿搭，早上我还是习惯打扮一下，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有精神。我很喜欢这个复古的蓬蓬袖棉质上衣，还有棉质的裙子，有个口袋。有时候早餐如果有买羽衣甘蓝，我就会做果昔，通常加的是香蕉，还有家里现有的材料。那天加的是胶原蛋白粉、黑芝麻粉、香蕉、海鲜奶。接下来切一点水果，等一下可以跟着早餐一起吃。早餐不一定每一天都很丰盛，有的时候只有 cereal 加牛奶。今天就有煎蛋，蛋壳掉进去了，可以用另外一个蛋壳把它捞出来，但前提是蛋要先洗过。那天早上是蒸了包子。通常一餐做完，我就会先整理一下厨房，不会整理到非常干净，可是就是大致的收拾，因为一整天要在这边做了2、3次的食物，所以我还是习惯要把它清理干净，比较卫生，自己看的心情也会比较清爽。他们还没起床，所以那一天就利用时间来准备一下今天要教学生用的课程，先来备课。今天要来推荐一个国小高年级到国中的阅读测验的教材，这个是我从很多年前就开始教国中生的一个阅读教材，会选择它这一本 Reading Success， 是因为它非常的薄，然后它里面的主题非常非常的多，这么多主题，但每一篇主题都是短短的。看这样短短一篇，短短一篇，里面的内容非常的有趣，有很多不同的面向，有食物类的呀，有日记体，煮饭的，然后除此之外，里面还会有一些科学类的、数学类的、图表的等等，让学生可以去习惯不同类型的阅读。那因为现在的小孩，他用3C 比较多，所以他如果要进入养成一个阅读习惯，可以建议从短篇的阅读开始。内容编排是这样子，这边是文章，然后下面有你读了这篇文章用了几分几秒，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可以学到多少个字。那这边是一点点的单字解析，上面是 vocabulary review，单字复习 reading comprehension 阅读理解，跟最后一个大题 summary make a long story short， 这个是大纲，能够短短的帮学生建立这样子的单字阅读跟统整的理解力。如果你在找阅读的教材的话，也许可以试试看这一本。还有他，所以当他交接给伊丽莎的时候，他走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一群门徒，哇，他们就一直问伊丽莎嘛。这个门吗？这公车门。乖 baby， 抱抱。好，
棒的 baby， 谢谢你帮忙。介绍一下阳台上面的新东西，这个是挂衣架的，就一边放衣架，然后另外一边放夹子。这块板子本来是放在厨房，它是一块亚克力的板子，那刚好厨房现在不要用了，我们就放到洗衣机上面来。有时候觉得家里不要用的东西先不要丢掉，有时候这样 mix match 一下，它竟然 size 刚刚好，可以当一个阻隔。因为有时候湿大大的衣服放上来，不想直接放在电器上面，就可以隔开，让湿气不要进到机器里面去。Transportation. It's a car. It's a bus. It's a school bus. Hot air balloon. Train. Yeah, it's a big. Where is the police car? That's right. Ambulance.Table. Where's the chair? This is the chair. You're sitting on a chair. Mommy's sitting on a chair too. Chair. Mm-hmm. Crayon. Mm-hmm. Table. Good job. High five. Ah, let's have some stickers. Hey, Mama. What is this? Book. Yeah. It's a book. Can you find a chair over here?Yeah. That's right. Can you circle it? Circle. Circle the chair. My little chip, let's go on a little trip to the alphabet. Ready, get.我不一定每天都会帮孩子上课，有时候时间比较短，有时候孩子专注力比较久，就会上长一点。然后中午我们通常都是吃前一天晚上的剩菜，或者简单吃个三明治。晚餐才会花比较多心力去煮。等一下下课了，等一下要吃中餐呢。No, that one I don't need. I just need the bottles.来吧，跟妈妈一起吧。走嘛。太用力就会跌倒了，轻轻的。用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走吧 ，Let's go， 都进入。收这里。对。对，裤子放下面。衣服，还有衣服。这是我的衣服。嗯哼。妈妈都放平了，再轻轻的推进去，哎，自己推推看，轻轻推，不要压哦。两只手。这边没有卡好，扔掉了。嗯哼，好，裤子呢？在这里。也放进去。前面有甜物。轻轻推进去，你都推好了吗？好了。推好再进去，你看你做到了，很棒。
你一边吃，妈妈一边介绍一下昨天去逛新一区在 Zara Home 买的好东西。第一个是这个毛巾，我想要当厕所的擦手巾。我之前在 H&M Home 也有买过一个类似这样格子的，不过蛮大条的，那是厨房我拿来擦锅子、擦盘子、擦干的毛巾。那这一条是小一点，30公分乘50公分，放在浴室的洗手台旁边，刚好可以这样子当擦手巾。啊，它很软，是100%纯棉的，摸摸看吗？Is it soft? 嗯，很软。另外一个是手部跟身体的磨砂膏，觉得这个设计很漂亮，墨绿色配金色，对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奇，因为它是罗勒、尤加利叶跟薄荷。然后最近因为天气变热，我就想要试试看夏天的味道来当身体的磨砂膏，刚好也可以去角质。它的味道就是一个浓浓的草香，但我很难形容磨砂膏里面会有罗勒的味道，尤加利跟薄荷比较好想象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它很像是红心芭乐的味道，非常非常适合夏天。我昨天晚上拿来洗澡，就整个淋浴间都是草味，非常舒服。闻闻看，好像公园的味道，草的味道。这间咖啡店我已经想来很久，但每次都排很多人，今天终于有排到。它的联名商品我有一样的水壶，我对铅笔也很有兴趣。它里面有非常多种类的可颂，我很喜欢吃可颂。咖啡非常好喝，也可以选浅焙还是深焙的豆子，不过我觉得它的可颂如果加热了再给客人会更好。结束之后我们来逛逛 H&M Home， 这一类型的杂货店我都很喜欢逛。台北的浴室如果没有装干燥机也没有窗户，就很容易发霉，因为台北很潮湿。那这一间浴室已经发霉了很久，我用过两三种不同的强效除霉商品都没有什么用，就算静置了48个小时还是没有办法除霉，所以我觉得它已经没救了，要整个打掉重练。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支细力康的枪，然后除霉专用的细力康，想说我上网把这个技能学起来，如果有姐妹家里有发霉的浴室，我也可以出任务去除霉。不过这次用下来比我想象的困难非常多，因为细力枪不太是女生的利器可以打得动的，我影片有调10倍速，不然打1公分我大概就是也花了5分钟的时间去打，手的虎口超级酸，打完整只手都在痛。
喝完了呢，刷完牙，我们再讲耶稣的故事哈。这两本是睡前故事，也是这个中文的圣经故事天天读，然后另外一本是英文的 Jesus Story Bible。两本都是你喜欢的，对吗？你喜欢谁读给你听？爸爸。爸爸都读几个故事给你听？两个故事。三个故事。两三个吧。Elijah chose to work alone. 他有 chose to work alone. 我就想到 Frank 说，一个人可以走比较快，可是一群人可以走比较久。Isolation and loneliness. 对，他说他选择要自己一个人来做，然后为着他的隔离跟寂寞付代价。因为以利亚这个时期是亚哈王，亚哈王还有一个太太叫。还记得吗？耶洗别，对，非常可怕的耶洗别。他们是北方，他们是北国。对。那时候都是拜巴黎。我知道。非常的淫乱，而且迫害，信靠耶和华的祭司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以利亚被呼召出来，是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，而且他很有力量。对。他第一次出场就是，他对亚哈王说。你若不悔改，天就要好几年不下雨。他第一次出场就这样，所以有这个需要。他在为主站出来的那一刻，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人，因为那时候没人敢站出来。但是他错就错在，他以为只有他可以。可是其他人没有站出来，他怎么知道其他人也有这个？实际上就是他是第一个站出来。神呼召他，然后他很有能力，他站出来，但是问题就在，他以为只有他一个可以，所以他应该要出去连接，对，也想要的人的意思，他应该要去连接，他应该要去建立团队，去建立团队 ，OK， 他的问题就是这样，所以当耶洗别威胁他的时候，他就怕了。耶洗别要动用全国之力要去杀他。他说他必死。假如我今天不把他杀了，就不吃饭。然后那个以利亚就吓到。他甚至是被主接走的。一阵旋风，然后把他接到天上去。所以他真的自己蛮干，一个人侍奉真的是一个试探。